你好，我是廖文峰，现在在这个飘风水库啊。我身上进行的是12年一次的大的冬捕，我们看到鱼都在跳了，所以待会肯定会有大鱼。这个是在收鱼了吗？差不多12年时间，我们也是第一次做这种大型冬捕，主要是为了配合水利部门维修水利工程嘛。哦，一条好大的鱼，看到吗？就是野生的红鲤鱼嘛，所以这个很难得，接近24斤。宝贝，不都掉地上了吗？这一次整个的鱼获大概是在接近就是4万多斤吧。试试我的拳，我的手都伸进去了，大把这个鱼。哇，这么大！这是今年最大的鱼了，这鱼王啊，鱼王，这就是鱼王，所以我们给他带朵花。哇塞，把花给咬住了！好，好厉害！看这养殖的样子，那里面没有吗？这个是我们叫大口鲶，也有叫瓦子鱼啊，对，然后它有接近70斤啊。你带着这个红花有什么寓意吗？年年有余嘛，红红火火嘛，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